从刘亦菲参加了电影《花木兰》首映礼以后，刘亦菲的热度就明显变高了。除了因为刘亦菲在电影《花木兰》首映礼上的服装造型十分的惊艳以外，还和刘亦菲频繁晒照有很大的关系。这一段时间刘亦菲晒照的频率明显比以前高了很多，虽然每一次刘亦菲晒照总会有不少网友给刘亦菲点赞，但是偶尔也会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调侃刘亦菲。就拿刘亦菲最新晒出的生活照来看，刘亦菲就被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调侃了。4月1日刘亦菲在网上晒出了四张生活照，并配文前段时间去看的小朋友。虽然刘亦菲晒出的四张生活照内容大致一样，都是在和阿猫阿狗活动，但是四张照片中刘亦菲却穿出了两套衣服。很显然这一组生活照应该不是同一天拍摄的，也就是说刘亦菲是多次去看望了自己的小朋友。从刘亦菲晒出的生活照来看，刘亦菲口中的小朋友应该就是图中的阿猫阿狗，能够将阿猫阿狗当成小朋友，这足以看得出刘亦菲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女明星。其实不光从刘亦菲称呼阿猫阿狗为小朋友这一点可以看得出刘亦菲十分的有爱心，从刘亦菲晒出的生活照中和阿猫阿狗互动的样子也可以看得出刘亦菲是一位十分的有爱心的女明星。上图就是刘亦菲撸猫的样子，刘亦菲趴在地上用一个玩具在撸猫，从刘亦菲的表情就可以看得出刘亦菲是真心实意的喜欢猫。刘亦菲撸猫的样子可以看得出刘亦菲很有爱心，刘亦菲撸狗的样子更加可以看得出刘亦菲十分的有爱心。上图就是刘亦菲撸狗的样子，刘亦菲单膝跪在地上，一只手扶着狗的脖子，另外一只手抚摸着狗的脑袋，眼睛紧紧地盯着狗，而且脸上还露出了微笑。从刘亦菲撸狗的动作到刘亦菲撸狗的表情都可以看得出刘亦菲十分的喜欢狗。刘亦菲撸猫和撸狗的样子确实十分的有爱，不过刘亦菲晒出四张生活照最大的亮点并不是刘亦菲撸猫和撸狗的样子，而是刘亦菲的穿搭和妆容。在这四张生活照中，刘亦菲不仅穿衣搭配十分的随意，而且还是素颜出镜。不得不说刘亦菲的心态实在是太好了，素颜看小朋友就可以了，居然还敢将素颜照分享出来。很快刘亦菲晒出的四张生活照就在网上走红了，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评价刘亦菲的生活照，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神仙姐姐也是什么丑照都敢发，不太赞成这种慵懒散漫的作风，是天性自然还是迷之自信，调侃刘亦菲。不过也有网友不赞同这位网友的说法，在评论区留言这也叫丑照，你怕是眼神不好。从网友在评论区留言的内容来看，网友对刘亦菲晒出的生活照是不是丑照热持说法，看来刘亦菲又要上热搜了。